下面请您欣赏父子英雄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有一个女的喊于老师好帅啊，什么眼神啊？嗯，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是说明于老师今天晚上花钱了啊！都是雇的。哎，谢谢各位吧，来就来了，还买了这么多的东西，是不合适啊！以后千万别买这个鲜花之类的东西啊！你还要来晚的，你看，哎，嗯，这也不好拿啊，花还容易坏啊。那。有一种东西叫转账，没听说。行了，还不知足呢，您这。谢谢谢谢啊。嗯，今天这个演出有一个名词。什么名词？哎，因为今天晚上德云社同时在六个城市有大型的商演。哦。哎，这是北京。哦，这是一站。哎，这是我从艺30周年一个系列的演出。这可不容易啊。这个，好感慨啊。是。干这行干了30年了。哦，30年啊，30年真不错。其实呢，这个还不是特别准确。怎么呢？啊，从艺30周年怎么算呢？是从我干专业正经指的这行吃那年算。哦，那年是我16岁，1989年，全总文工团说唱团进团了。从那年开始算到今年，30年。啊，之前还没算。我学艺是从7岁学艺。哦，如果从学艺那年算到今年是39年。你看看，显着岁数太大了，我不能说那个。嗨，那个学艺就不算，学艺不算。从卖艺开始算。哎，说的也对，30年。其实谦儿哥也卖了不少年啊。啊，我也挣了不少钱。哎。那个最早的时候，演出方说您这个应该叫郭德纲从艺30周年全球巡演。是啊，我说你不能这么叫，不哪儿都去吗？全球，哪儿都去啊，国内各大城市都有啊。对，还全球外的。7月份是日本，对啊，9月份是美国和加拿大。哦，11月份是欧洲各国，对，一直到12月初迪拜转回来。哎，我说但是世界上还好多地方咱们都没去到呢。那也太不能叫全球，就因为这个。那要叫全球，你必须细致啊。是吗？哎，必须细致，打长春街一站、宣武门一站、和平门一站，然后这你说那是地铁环线，你说那，就说那个才叫一站一站的，是吗？啊，很感慨哦，一晃干这行干了好几10年了，是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成绩。您太客气了，我这些年就干了2件事情。哪两件事啊？第一，努力的让观众快乐，啊，这是应该的。第二，让同行们团结啊。谢谢，啊，这是歪打正着。啊，我努力。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80老翁门前站，3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好，说这几句话，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也是这个玩意儿。为什么要说这几句话？我这是感慨命运。哦，还感慨命运？人生啊，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都是命吗？都是，我就是说相声的命啊。是吗？真的啊，你别不相信啊。哦，我40岁之前，我什么都不相信。是我40岁之后，我才劝自己，人要尽量的去相信很多东西，信命了。人对宇宙的感知是5%，啊，没认识多少，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熟悉，
不能说你没看见就叫没有。嗯 ，WiFi 你也没看见，你瞧，声音你也没看见，嗯，秦始皇你也没看见，哦，你能说没有吗？是，不能说你眼见了才有，这个不科学。哎，不能这么说，命运左右一切，还左右一切？你看啊，啊，桌子上放着两碗饭，米饭，这碗饭让人吃了，嗯，吃完消化完了，排在厕所里边，嗨，这就是这碗饭的命。哦，那碗饭搁那儿搁着没动。哦，这就是他的运。哎，你看，您看运气很好，他没被吃。嗯，对了，当然之后招苍蝇长毛，再扔到厕所里边，哎，还是你的命。嗨，啊，人不要跟命去争，争也没用，都奔厕所了啊。嗯，尤其到了我跟谦儿哥这个岁数了啊，尤其于老师比我还大，大好几岁呢，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对，到眉毛了，您这埋过了这个。啊、到哪儿？土埋半截儿啊，土埋多半截儿。反正这差不多，土埋半截人啊，人是倒着埋的。哎，好嘛，没听说过。到这岁数了，好好说相声，嗯，尽量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对，啊，我们也是好交朋友。嗯，最近国际上很多事情把我也忙得够快啊。不是国际上的事儿您还管啊？国际上我净忙着给人捐个款啊什么的，这都干。哎呦、啊，您这慈善事业呀、啊，这是。前些日子啊。法国巴黎，嗯，那老娘娘庙着火了。嗨，啊，什么老娘娘庙啊？那你看你不看新闻呐？哎呀，巴黎娘娘庙。行了行了，好，都知道了，您就别再老娘娘庙了。哎呀，我一看坏了，怎么以后法国人再拴娃娃怎么办？没听说过。哎，法国人拴娃娃也得上妙峰山，你这个。有那个本地的出不来的、那个、不用您就说那着火了怎么了着火捐款呢这您也管啊我给巴黎娘娘庙捐一800给了800那当然了呀不少热心肠啊好啊没两天嗯泰国那皇上上岗上岗干嘛泰国有一皇上登基呀 啊登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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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啊、哪有这么一歌啊你我一查资料、嗯、好这皇上66了是66不是60就退休吗他人泰国没有这规矩是吧啊你看这玩意儿他花了10亿泰铢买的这个登基大典买、啊、买我也买去 啊不是你是我要当皇上你就是娘娘哎不你说这个提这干嘛呀你这泰国皇上登基花了10亿就办这趟事儿10亿泰铢这是什么概念啊10亿泰铢列位乡亲们 啊怎么算10亿泰铢你也不明白吧是啊咱们这么算啊值多少钱你就算一个肉夹馍是5泰铢对嗨一碗酸辣汤8泰铢以你的饭量仨肉夹馍2碗汤你算喝多少泰铢我算这干嘛呀我反正花不少钱人家泰国那有卖胡辣汤的吗那是他的事儿那是他的事儿、啊、没有这么算的泰国没有胡辣汤你有两碗米饭一碗被人吃的一碗嗨我有点长毛了、啊、这又命运了你啊反正你看泰国皇上登基我又随了1500多少钱呢哎随了15001500那你怎么办呢嚯这个行没几天日本那皇上又登基你知道吧你知道竟是登基的日本天皇登基啊啊他那个大典哎老天皇退休、哦、老天皇60了、哎、60怎么又退休、啊、他不退休那哨子怎么上去那跟60没关系啊老天皇退休嗯少天爷就上去了 少天爷干嘛少什么 少天皇少天皇上去了、啊、咱看资料了啊是吗得打他爸爸手里接过3样宝贝哦哪3样啊扇子手绢醒目好家伙对了哎呀、啊、他也请银宝带去的嘛这个不是这说相声的这我一狠心呐 啊我随他1000啊是同行得多给点啊嗯哎2000、嗯、努力和同行搞好关系当然给日本多随点倒不是跟同行有关系那怎么回事啊你关键咱也没少看人电影哎对您差人一张电影票这个反正一天到晚还挺忙是吧但是每次站到舞台上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开心高兴了尤其身边站着谦儿哥真的啊我哎呀就发自肺腑了那么痛快搭档嘛就那个形容词我一看见你我就是吗哗就热乎乎、嗯、哎行了都给你对算了您这感情怎么那么恶心呢嗯我们俩这算是
算是发小。那倒是，他是法国人的小孩。对，啊、谁呀、啊？发小啊，发小，打小一块长起来，打小一块，这么些年来，啊、谦哥对我这不离不弃啊，那么搭档嘛。当年我跟人家没法比，人家家里有钱。这怎么又提钱呢？我16岁进北京，我穿的西装都是塑料的，我戴着帽子，地板革的，真防雨。您这说的啊，是啊啊，跟人家怎么比？我怎么了？于老师裤衩都是貂皮的，好家伙，这多捂得慌啊！这哎呀啊，撒泡尿40多度，好家伙，太热了我这个。就人家这么有钱啊，这么一个富家子弟。呵，这么一个败类，不是这么一个什么卖类卖，这不是这叫怎么就跟我一块说相声，真的、啊、那是应该的。您别哎呀，我特别、啊、特别感谢谦儿哥，我也感谢于老师的家庭。您瞧瞧，您又客气。于氏家庭为中国相声贡献多少素材？也就是您说的多，嗯嗯，人好多那个观众里边，人家那个道德表演技术家们。这叫什么词儿啊？老指责我，你为什么要在台上说于老师的父亲？哦，为什么要说于谦的媳妇儿？嗯，指责的我五体投地，真的。列位，你们以为我站台上说谦的媳妇儿，嗯，我就那么开心吗？对了，你就那么开心，你都让我看出来了，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废话，我还得忍着点啊，打心眼里头。关键这玩意儿是假的呀，可不是假的吗？你这个你就别抬杠，我们说谁呀、啊？啊啊！我们只能说自己人，我们不能说观众啊，不能说吗？对不对啊？观众，你看那边坐那谁谁，他太太如何如何，哦、不像话，人家呢都是假的啊！叫我这是真的是吗？不是，我们说这个有凭有据，你问去，我问谁去？你看，比如说我老在台上说于谦他爸爸如何如何啊，我真台下见着人家他们老爷子那个、嗯，我客气极了，那倒是应该。我瞧他父亲跟瞧见我亲爹没有任何区别，是这样。于谦的父亲，嗯。姓于名谦，嗯，就整个在这个北京城来说呀，多，反正倒是要是往70岁往上，别往下说了。好的，我还好的，你这好像跟挺好说话的似的，我可好哄了。不是，我叫于谦啊，我爸爸也叫于谦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哎哎，不怎么样。你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问，知道吗？显得逞能啊，就好像我说错了，哎呀，他爸爸跟他能一个疯了。你叫于谦，你爸爸也能叫于谦吗？不，这谁说的呀？这是，对啊、我要郑重其事的说一声啊，是他叫于谦，他爸爸叫于谦，但是、啊、怎么着，不是一个谦，那也不行，不是一个谦，也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他爸爸那是千万的谦，哪个谦也不行，因为他爸爸当年是做买卖，哪儿都去，国外也去、啊，写别的名字不好叫，就得了，哦、就千万的谦省事儿。就图省事儿。那会儿你爸爸国外做生意的时候，好多那人不喊你爸爸叫英文名字吗？还有英文名字。他爸爸英文名字尼奥、啊，尼奥。你说多少外国人见你爸爸，尼奥，尼奥，尼奥。谁这么说呀？这尼奥，尼奥，没听说过，没有这名字。反正在我心中，你父亲就是天下最好的老爷子。啊，反正人是不错呀。他爸爸信佛呀。啊，对对对，胸口这老挂着一袋铁观音。哎啊。我爸爸信佛，这挂袋茶叶干嘛呀？哎呀，老炮儿，这就是，嗯嗯嗯，不是这什么意思？这很虔诚，是这是挂茶叶有虔诚，很虔诚啊！我们这方圆附近的孩子们没有跟你爸不好的，是吗？谁心里有点什么别扭事儿，老头去了，当当当当当当都解开，就给你劝开、哦。我们都管他爸爸叫知心姐姐，这叫什么乱七八糟？你问去，知心姐姐于大爷都认识。哎呀呵。男的女的呀，这是很厉害呀！啊，你要认识这个老头，你一定会爱上他的。反正是挺好。你上家去，我每次去我都得乐半天。怎么了？70、80岁的人坐那儿，啊，抱个大机器猫，抱一机器猫，就是那个毛绒玩具，那蓝色的那个机器猫。哦哦哦哦，就可爱之极呀、啊！是吗？坐在那儿，哎呦、啊，大爷就喜欢这个吗？嗯啊，是爱这个呀。这是这叫多来嗯。多来 A 片儿啊，哎，这个、嗯、少来正经的是吗？你不看那个动画片吗？动画片里有 A 片儿吗？那个猫叫多拉 A 多拉 A 梦啊，那个，
啊，你要的后代，什么呀？你哆啦 A 梦，哆啦 A 梦说好几年 A 片了，没听说过。反正老头就没事就抱着这么一个啊，这叫童心呢，喜欢这个，哎，坐着玩，看看看看动画片，哎，一会儿撂下活动活动，出去游泳去了，哦，还能锻炼，就人家会活着。嗯，他爸爸游泳去，哦，哎，尤其上爱上河边游泳去，啊，游野泳，冬天也去，冬天去冬泳他也敢。嚯，好些人就爱看他爸爸在岸边帅呀，啪，这干嘛呀？衣服一脱，哦，后背上啊，从后背往下，嗯，有纹身，老头还纹身，哼，啊，老当益壮，打后背纹到脚后跟啊，什么呀？纹一条带鱼，呵，有纹那玩意儿的吗？这往水里一跳，活灵活现。啊，是啊，每一回游泳，都让人家拿抄子给捞上来。嗨，嗨。哎呀，他离打鱼的远点吧，他这看着就可爱。这打鱼的也是河里有纹带鱼的吗？还在捞，我说这意思吧。啊，老头最幸福的啊，最爱跟大伙吹嘘的什么呀？就是有个好儿子。哦，这我倒是也不错。谦儿爷50的人了，是那个跟老头列位，嗯，他跟他父亲情同母子。对，什么话？怎么情同母子像吗？怎么情同父子？不，他就是父子。情同父子干嘛呀？我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外江没，您想多了，您想多了。爷俩感情好吗？感情好就说感情好，不就完了吗？不管多忙，老头一来电话啊，谦儿，你必须来一趟。你叫我干嘛？多忙的活啪全放下。哦，于谦不管多忙，是手底活放下。哦，提上裤子就走。对，我光着呢，我干嘛提裤子呀？换衣服啊。换衣服干嘛单换裤子？那就是口头语吗？口头语吗？不管多忙，你口头语提裤子就走啊？你干嘛去了？你这是？是于老师提裤子就走啊？哎，到家一瞧，他爸爸，嗯，抱着这多了，哎，这个梦多了，哎梦，哎，这儿来了，嗯。我来了，您什么事儿？对，想吃炖肉，啊，哦，想吃这个老小孩儿，那就是门口有的是饭馆啊，家里还有厨师哦，怎么不能给你炖肉？不是味儿，就得吃儿子给炖的肉，习惯了吗？你这玩意儿说实在的啊，谦儿马上啊，哦，包葱包蒜，拍块姜，开始做五花肉，洗吧洗吧，搁这儿切肉，嗯，是笑死啊，切吧，哎，看着老头儿，我给您炖肉啊，那是，哎，您爱吃我就弄，哎。一不留神，这刀拉手上，哟，流血了。那还不流血？这个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渗入了猪肉。你不要往下说了啊！我跟猪来滴血认亲是吗？您这太缺德了！您这，我还这血还能渗入猪肉？渗进去了没有？没有，就滴在猪肉上可以啊。渗进去啊。谦儿抬头看看他父亲，是啊，你是谁？哎嗨，当时就翻脸，合着是这玩意儿啊，我也太能轻信了，我这个爷儿俩，你看我，嗯，我看你，哈哈哈，乐了，心那么宽呐，你看看，不当回事儿。没往心里去，哎，这人家这个爷俩，你得佩服死，知道吗？心里指不定多大疙瘩呢，嗯，不要想着那么窝窝戳戳。谁想的窝戳？就是只要老头高兴，于谦做什么都是愿意的。哦，他爸爸有时候也心血来潮，干嘛呀？我要写毛笔字儿。哦，他会书法。打电话，你来写毛笔字儿。谦，嗯，赶紧提上裤子就去。我怎么又提裤？我老拖着这裤子，还是就紧一下吗？我干嘛弄那么松啊？我到那儿，你看。你啊，对啊，嗯，那谁知道去啊，嗯？啊，到那儿，老头都准备好了，嗯，准备什么？这么大的毛笔，嚯，干嘛那么长？前面是海绵头，哦，拎个桶蘸着水，嗯，在街上写。哦，我知道有这么干的，这叫地书。是是是，哎，谦儿也不爱也得跟着去，让他写呀。老头领着到广场，哦，哎，桶放下，他爸爸先把外套脱了。是先游一圈是怎么着？省得水弄身上啊！干嘛弄那么些水呀，啊？爷俩一人拿杆笔啊，写什么？商量吗？谦儿说：“听您的吧，您出主意。”滚滚长江东逝水，
嚯，这是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可以吗？啊，谦儿说：“那我听您的。”哦，一气儿写写不完，太长了。咱们每天写俩字儿，就练嘛。今天先从“滚滚”开始写，好不好？哦，先写这俩，爷俩低头在广场上滚滚滚，写了半天啊，把警察都招来了。好家伙，干嘛来了？哎哎哎，你们俩这骂谁呢？啊、哎嗨，啊，骂骂街像话。不管谁干预，哦，谦儿这份心在这儿了，哦，就陪着老头，让老头高兴。啊，老头，哎，书法练两天，老头腻了，哦、我要变戏法。你这还有这兴趣？你这老头他就这样吗？老小孩吗？啊、变戏法，这我也陪着吗？国外叫魔术，中国叫戏法啊，古彩的爷俩练吧。哦，这也练，因为魔术、杂技跟曲艺我们离着近，那都是亲戚关系啊。好家伙，爷俩在屋里对着练，怎么还对着？看谁变得好。嚯，外套一脱，爷俩一人一大裤衩。哦，请请，干嘛呀？谦儿一伸手，啪。真是变出一杆铅笔来，老头一伸手，嘿，钢笔。你再看谦儿，嘿，胡萝卜。老头啊，黄瓜。你先等一会儿，行行，谦儿，看我这土豆。哎，不行，人家古彩戏法可都穿一大袍子啊，我们就穿一裤衩，变出这么些东西来，我们藏哪儿了？我们这些东西。你先别想，后边还有什么？还有冬瓜、榴莲，就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都很好。这是喜欢变戏法吗？嗯嗯嗯啊，挺好，挺看。老头很高兴，哦，谦儿也很高兴，是吗？提提裤子走了，哎，习惯动作了，我这高兴。老头又来了，怎么这回干嘛？我要玩耍狮子，耍狮子，逢年过节耍狮子啊，买张狮子皮，爷俩套上，好什么都有，前面拿脑袋，后边。摇晃尾巴啊，反正只要是他父亲说得出来的啊，于谦就做得到，这叫孝顺吗？真是孝顺 啊，百善孝当先，没错，这很重要哦。尤其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到晚年需要这样的安慰，你让他安享晚年吗？啊，是啊，他爸爸年轻那会儿也是挺辛苦的，是走南闯北，包括做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或跨国了。他爸爸那会儿在印度啊，印度做生意。印度干什么？年轻那会儿18岁，他父亲上印度哦，卖手指。卖手指哪儿不能卖？上印度干嘛？哎呀啊，赔的呀！怎么没赔死呢？你、嗯、他哪厕所门口都比上那儿强啊、嗯！啊，印度卖3年，嚯、哦，一张都没卖出去。印度人不擦屁股是吗？啊哎，不拿纸擦呀！哎，哈好，他爸爸赔的没辙了啊，把肾都卖了一个，那不是为卖手指去的啊，就为卖肾去的，那是卖肾。后来又接着又做买卖，还做上印度卖筷子啊！你这卖这玩意儿，终于把那个肾也卖了。那是你上吃手抓饭的地方卖筷子去，你看这玩意儿、嗯、踏实了，俩肾也没了，得了，这才回国哦，回国踏踏实实娶媳妇过日子。那还娶什么媳妇儿啊？那肾都卖了，你还娶媳妇儿？那这不是仗着门口有个卖猪肉的关系不错吗？我说的，这才跟猪肉挂上钩。不是，不，那都不，你不要瞎说啊！我谁瞎说、啊？不要瞎说，我是说你这个善良，这个厚道劲儿，这跟他们血缘没关系，知道吗？他爸爸就想一出是一出啊啊！他不吃炖肉了，说改就改，肉都炖上了啊！他爸爸不吃炖肉了。你要干嘛？吃火锅，你知道吧？啊，谦儿马上走，咱去，这就去啊！门口重庆火锅，辣火锅，哎，吃点牛肉吧。一进门啊，嗯，为什么要吃点牛肉？废话，嗯、啊，一进门人服务员问：“哦，爷俩吃火锅啊？”啊，您看点一下，要什么辣度的？对呀、啊，人墙上写着呢。哦，老头看啊，是，嗯，微辣是，小辣，嗯，中辣，大辣，呵，特辣，嗯。局开，这你说的就是状态了，那就不是、嗯、啊。你爸爸看着最后这，嗯，有点不好意思。哎，对，服务员，干嘛？有比这个还厉害的？就别挑了，你干嘛想起变戏法来了？是怎么着你这？服务员也没明白啊。
大爷，这个菊开就是一个形容啊，就是没有人敢吃那种。您要什么样的？嗯，大爷看半天，嗯，有没有怒放的？对，嗨，别挑了，就差不多了。他其实吃不了辣，吃不了辣，点这玩意儿要强啊，吃吧，来小辣，哎，这就差不多了。小辣吃完，嗯，就闹肚子。你看这不习惯，当时就腹泻啊！这个儿子，你得走走吧，怎么着？上看大夫去。哦，上医院啊？也不用上医院，那在哪？门口楼下就有一个中医。哦，看中医啊，有一祖传的老中医，让给开点药。哦，这老中医呢，也是哎，干这行就是为了玩儿啊，干中医是为了玩儿。我人家确实手艺是没问题啊，也不完全指着这个，是叫街坊四邻呢，有来看看就给你开个方子。哦，哎，而且人家，这算是第二产业吧？哦，人家专业是卖猪肉的，怎么全碰上卖猪肉的了？哎，一进门啊，老中医站起来，是看看你爸爸。哦，这中医大夫脸上还有点不好意思，嗯，一回头看于谦，哎呦呵，满脸慈祥啊，你让他坐下吧，别看我了啊，给你爸爸号脉啊，告诉你爸爸张嘴。哦，看看轮胎，对，看看轮胎，那叫什么？看看舌胎，看看舌胎。嗯，哦，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哎，这四门前三样我可都不会啊，我给你切了吧？对，什么叫切了？哪儿就切了？你告诉我为什么腹泻？嗯，哎呀，吃火锅吃的，对，太辣，这就赶紧开方子。嗯，哎，写着什么方子？别吃火锅了。对，这是方子吗？这是老中医开的吗？这个，好，你这玩意儿这就踏实了。可不是踏实了吗？那就爷俩一回家啊，高兴。嗯，老头很感慨，是吗？儿子，嗯，哎，你冲那边叫去行吗？你别说这么直，我说，儿子，哎，回头的，你看，事儿没完了，您这，啊，我有你这个儿子，我很开心呐。啊，说我，渐渐答应我，没有任何一点事情跟爸爸对着干的。那倒是，我觉得很幸福。哦，亲儿子也不过如此。对，这是厚的呀。不是，你做得非常的好。好就完了吗？我也这个岁数了，嗯，我还有一个要求，你能不能做到？您就说吧。我很想去周游世界，到外面看一看。哎呦，这还想出国？哼啊，老头，这个我后来听说了，我都挑大拇哥。怎么呢？我跟您各位说，我其实打年轻那玩意儿，我就想把房子卖了，周游世界。但是后来房东不愿意。这对，废话，你把别人房子卖了周游世界，打消了我的积极性。什么积极性啊？你尤其他爸爸这个岁数啊，想出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太对了啊。老年人应该这样。谦儿也做得非常好，是吗？马上着手准备，这就说去就去，该办签证办签证，嚯，该办机票该去买啊，还特意给他爸爸办了一个这个怎样吃西餐培训班。哦，这也要学。哼，你到国外，你吃西餐让人笑话呀？对，不会不成，对不对？嗯，到那儿爷俩填表，嗯，姓名于谦，姓名于谦，啊，俩字儿不一样。哎，我还替他褶儿说呢，我，填表，然后抽血、化验、体检，嗯，人家特意问，嗯，还做一个亲子鉴定吗？你贫不贫这大夫？他爸爸，嗯，坚决不做，不，那是啊，反正交学费呗，学怎么吃西餐。哦，填表交费，最后这个吃西餐这专家来了，是吗？啊，专家很忙，抱着大皮包啊，嚯，拿着刀拿着叉子啊，嗯，大家要记住啊，啊，吃西餐最重要一点什么？别拉嘴啊！废话，我用你教啊！好，结业了，好散，嗯，蒙事来了，这位，不管怎么说，爷俩踏实，学过了，学过怎么吃西餐了。这就叫学过了，准备好了，接下来要考虑去哪一个国家去旅游。哎，得先去哪儿啊？于谦说咱们去澳洲。哦，澳大利亚，去海边看一看海龟。哦，戴帽，嗯，王八，鳖。我们认祖去了是怎么着？你单看这玩意儿干嘛？那么些好东西。这话说完了，他爸爸半天没动弹啊，五分钟才抬头。是，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哎呀，嗨，这就不要想多了，这个，不去澳大利亚，最后商量上非洲。哦，上非洲，哎，看动物大搬家迁徙，打那个叫什么地儿，坦桑尼亚。是啊，打坦桑尼亚这些动物搬到肯尼亚。对，3000公里。是什么羚羊啊？是
斑马呀，啊，哎，都这些动物们，角马，角马，对，呵，这太棒了，有这个，老头儿也开心，是卖票去那儿，坦桑尼亚，我就喜欢这个，好家伙，嗯，爷俩真有一个去非洲的样子，是吗？遮阳帽、大墨镜、大背心、裤衩，嗯，穿着很松快的旅游鞋，你就出门嘛，走走，奔机场，好，坐在车上，他爸爸指着窗户外边，什么？瑞雪兆丰年呢，冬天呢。我们这背心裤衩的，这还没出国就得冻死啊！这个忘了问了啊，这还用问吗？人家这动物大搬家每年啊七八九三个月份啊，北京这会儿啊已经刚过了圣诞了，好像正冷的时候，但是已经买了票了，必须得去哦。到机场走，什么？列位，嗯，过安检的时候，于谦他爸爸可露脸了。有什么呀？前面有一个老头，头一回啊坐飞机，第一回出门，过安检不配合。怎么不配合？人家工作人员，大爷，您这外套得脱呀！啊，这是帽子得摘呀！哎，对，大棉鞋也得脱呀！没错，您，我们不是刁难您，是眼睁这就是您看，您看这位大爷啊，啊，你看他又脱个一丝不挂呀，光着了，这也过于配合了。这个他爸爸很配合 啊，脱了一丝不挂。哎，行，别抖了，嗯，嘚瑟什么呀？跟着，来八个警察给他爸穿好了啊，送上飞机，啊，那叫押送，送上飞机，头等舱，有钱啊！头等舱，爷儿俩坐好了，舒服。老头坐下，于谦上厕所。哦，上厕所方便完了，一摁水，呜，冲了。于谦一出来，他爸爸跟空姐正打架呢。哟，怎么打起来了？给我炒个鱼香肉丝。嗨，空姐说：“大爷，飞机上不能开火。”对，少来这套。怎么呢？刚才我还听见呛锅呢。什么声啊？那是呛锅吗？那哎呀，就这一路上啊啊，历经了九幺十八难，好家伙，终于到坦桑尼亚了，这取经去了。这是四个导游迎接你们爷俩，有势力啊！这四个导游戴着狗皮帽子，啊，棉衣棉裤，披着军大衣，棉手套，大皮闷子，啊，当地也那么冷啊！哎呀，欢迎两位啊！哎呵，百年不遇啊！啊，非洲零下四十七度，好家伙！为我们俩都变天了。欢迎两位。嗯，爷俩傻了。嗯，我们要看动物，还看动物呢？我们要看动物啊，看动物怎么办？这四个导游啊啊，要不这样，你们出点钱呐，啊，我们给你们买一张机票啊，飞北京落地奔西直门，那儿有一动物园是吧？我用你给我出主意啊？怎么就打那儿来的？不行，最后在这儿看动物。啊，对了。花了钱了呀。是啊，四个导游商了半天，有什么主意啊？要想看呢，这儿附近倒是有几个光棍的路。什么叫光棍路？路是公路啊。去年啊搬家的时候把他们落下了，哦，没走了。哎，这几个路挺可怜。是吗？媳妇孩子呀都到肯尼亚了，好家伙，没跟上。哎呀，就剩这几个老光棍的路了，在这儿忍着呢，天天在这儿。你们要想看看看他们啊，也行啊，但是野生动物需要保护，我们不打，你们过去他们害怕，那怎么办？我们这儿有一张母鹿的皮，我要这皮干嘛呀？爷儿俩披上，披上，哎，看看凑合到跟前行不行？哦，爷儿俩高兴了，嗯，我们有耍狮子这个底蕴呐，用到这儿了，这个，你以为我说那个白说呀？嘿，好，您这还有伏笔，嘿。母鹿的皮配上，爷儿俩配上，呵，他爸爸在前边，哦，谦儿在后边，哎哎，大小还差不太多啊，往那草地里边蹭呗啊，找那公路去。哎呀，爷儿俩扛起来些，扛起来些，扛起来些，没有家伙点了，这是，啊，走呗。嗯，走到那儿没十分钟，怎么样？这几个老光棍鹿就来了啊，找来了，好家伙，宿了一年了，嚯！你想都跑了呀？那是啊，就剩他们又闹天儿啊！这几个鹿眼珠子是红的，那是。哎呀，獠牙都出来了，好嘛！哎，几个鹿看见这母鹿，这是母鹿吗？这个，那几个公鹿都站起来了，耶！我看这几个光棍鹿还击掌呢，合着太开心了啊！哦，直接就过来了啊！爷俩跟这儿正撅着呢啊，就别提这撅着了。正撅着呢啊！耍狮子那功底吗？这是啊，那是啊。嗯，谦儿跟他爸爸说：“嗯，行吗？什么行吗？老头儿挺好，您闻闻这干草这味儿，
这么近距离跟鹿接触，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老头高兴啊，很开心。儿子，你是个孝子。好，谦儿在后头。怎么了我这个？干嘛呀？他们有点太愣。哎嗨，怎么了这？你怎么有个鹿要往身上趴呀？嚯！啊，怎么了意思？老头说：“你坚持，你坚持，还坚持呢？你坚持。那个爸爸已经开始吃草了。哎呀呵，你忍着点啊！这没听说过。谦儿说：我忍不了。那怎么办？一推他爸爸，扭头就跑，赶紧跑吧。一边跑，于谦还说呢：我说什么呀？鹿可没意思啊，哪怕是野猪也好啊。干嘛野猪啊？多少沾点亲戚啊！我去。”